这个是本田的赤峰啊。算了，你会跨跨跨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，我还以为要来取替我们，可是我后来还蛮会发动它的。你先不要发动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要发动。我们背对背。拥抱好，你要先出来，我关起来。这个是本田的赤峰啊。CBR 一千 R。谢谢，这是 MV。MV Agusta， 意大利的。不是，另外一个。就意大利有三个嘛，杜卡迪、Aprilia，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MV Agusta， 这个。这超少看到的。你们是到你这边的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哈哈。我会跨跨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它其实也没有那么高。哇！他算跑车里面低的了。对啊，他算低的。不过你刚刚感觉还 OK， 还蛮 OK 的。你看，如果有点下坡斜坡的话，我就。哦，对啊，那个就要很小心的。我自己是想买 D900。D900赞哎。因为我觉得我不太适合跑车，太高了。啊。对啊，你们要出去玩了。我要去北宜。哦，好啦，注意安全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，小心车，小心车。我还以为要来取替我们，你们等一下车子发动看看，我第一看谁的。你发？我发？就这样做。发了之后，放到一半。对，但是我有时候发，我几乎只是这样子抓着而已，那。好像是这样就发起来了。对啊，你试试看喽。现在是关吧。等一下，你要等他一下，还没，还没。他现在是 test。好，这样才 OK。我看看现在是什么档。现在空档，现在空档。感觉差一点了，要不要我来一下？我那时候他如果熄火，我都会关起来，然后再开这样。好，差一点了，你就听到风一下了。冷的时候比较难发啦，今天感觉要比上次状况好了。今天心情不错。不是空档，刚刚那警察很有趣耶，啊？熄火，熄火，还好啦。